什么东西垫着？什么垫着也不如人呢。你能及时赶到吗？小酒是干什么的？试试。试试。嗯，你先倒，我后一步。那好，我先蹲着，你上我肩吧。 师爷，李靖的案子还要请师爷您笔下留情了。关键呢，在都爷啊。哦，都爷是怎么看法呢？哎呀，都爷，府都烟草够忙够烦的了。帮主觐见，相知求情，这都爷总会给您个面子吧？可是都爷在里头喝酒作乐，我去找他，会不会扫他的兴啊？不会不会，他正在等着您呢。听说您要来，他是非常的高兴啊。<笑> 哎，这都爷他老是说，陈怀秀一直冤枉他。这个，哎呀，这您看这该怎么好呢？啊，到了，请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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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帮主在这稍候一会儿，我进去禀报一下都爷。啊，麻烦您了。都爷，陈怀秀到。哎呀，还通报什么呢？请进来，怀秀啊。哎，怀秀，进来坐嘛。 <笑>见留下，请。啊，都爷吉祥。吉祥吉祥，大家吉祥。你老不来，怪想念的。<笑>这儿没你的事了，先下去。没我的召唤，你别进来。是。都爷，都爷。你们也下去。请坐。啊，谢都爷。 哎，自己人嘛，坐这儿。嗯，好，多谢都爷。越来越秀了，帮主。<笑>
杜月是最喜欢开玩笑了。哎，真的真的，女孩子啊，到了你这个份上啊，越是可人呢、啊。无怪得我在洪秀昭听说李靖喜欢你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四爷的吧？哎，别说他们那帮家伙了，就是连杜爷我看到你也怦怦然不能自已呀、啊。杜爷，这次我来这里最主要的事情，就是为了李靖那件案子。那是小事嘛，在我都爷这里哪算是个案子呢？倒是那个四爷的，我倒挺有兴趣啊。哦，听说他一到江南就砸了洪秀昭，有机会我倒想会会他，看看是他大呢还是我大。江南这半边天，谁能大过都爷您呢？都爷，这是半年来盐帮孝敬您的，我顺便带来了。哎，搁着吧，多俗啊。另外这只呢，是盐帮的兄弟凑起来买给夫人的翡翠镯子，是为了李靖向都爷求情的。这不是行贿吗？啊，不。哦哟，哦，好漂亮啊，连和田跟云南都少有啊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送给谷湘云也好啊。他粗枝大叶，不配。你送给我，我呢，送给你。不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不，杜爷。来呀。不。别生气，坐啊。每个女人不都一样吗？可是你这个不同啊。所不同的是，心不在你，心不屑你。你守什么？三贞九烈？全盐帮的体面。一群强盗、私销、盐贩子，什么体面？人人要的都是一样的。非要拉下脸来吗？我是来求情的。这么个求法？求不到。不求了。李靖的狗命，大清律法在，盐帮的存亡，江湖自有人走。你是来对付我的？民不与官斗。白秀，我不跟你斗嘴斗气，我喜欢你，我要你。今天你如果是跨出去一步，就帮毁人亡。我不后悔，都爷，我走了。拦住！这。爹，你是跑不掉了。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。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
有什么体面呢？我倒要看看程怀秀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。你想干什么？快保护都爷！盐帮帮主程怀秀胆敢违抗我的指令，我给他点小小的教训。你胆敢跟我作对，以后的日子你看着办。让各位尝尝免费的哦！来，摆好了，来，咱们再来，再来，我们来啊！哥俩好啊，六六啊，慢打慢打，你喝酒啊！好酒，好酒，输了，这不错，来来来，吃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！来，再来，哥俩好啊，好酒啊，哥俩好啊，慢打慢打，你喝酒啊！输了，喝你喝了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方便一下啊。好吧，来，咱们再来吧。什么事吗？你热乎什么劲儿啊？喝醉了打起来，又是你劝你挨打，跟上次李靖跟何腾一样。你放心好了，他们全是一帮的嘛。嘉浩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我说了好几圈，来帮我挡一拳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啊。好，再来。晚上我去陪你，门留着啊。去去去去去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姜老爷子，我跟你划几拳。好啊，哥俩好啊，六六顺啊，六六六啊，啊，你输了，输了吧，这下。来，敬礼去。怀秀。你这怎么了？路上叫人短了？烈酒啊！什么事儿讲嘛？只喝酒不讲话不看我，是我给你添了什么麻烦吗？怀秀，你这样怪急人的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天大的事情有我，什么事什么话讲嘛。想喝就喝，看着我喝。不想说话不要说，来，四爷陪你喝。不要哭了。是时候了。我看接人的该到了，等着吧。
快走，走，走！啊，有人越狱！啊，快！大爷！我来断后，你们走。兄弟，谢了。走啊！非走不可，照计行事。好。大人有令，抓到李进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我到那边走。是。大人，你看，在哪边？在那边。是了，李靖越狱了，人呢？不知下落。该死的东西，他不想活了。帮主，他有个转不过劲来的毛病，犯起来就是这样。越狱，是一个人悄悄的还是怎么样？伤了狱卒，惊动了官兵，他是杀出来的。糊涂，糊涂。带过话给他，叫他安稳坐牢，我不会不管的嘛。昨天，不谈了，快点回去，他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索拉王这下更不会放过我了。走，这就牵马去。是。稍等一下，披件衣裳，早晨冷。嗯。够我收拾的。有四爷我在。越狱，是陈怀秀的主意，是陈怀秀的点子，是陈怀秀串通接应的。怀秀也是的，怎么搞的？这是打劫官府，也是对抗狱政。这些无法无天的共犯，统统给我抓到督府来。扎，共犯，暂时还不必给他这个罪名。杜爷，平常您也是爱民如子啊，尤其是对盐曹两帮，他们倒也还懂得孝敬。就事论事，以法严法，李进嘛是要抓的，陈怀秀嘛抓起来，倒不如责令他交出李进，这样既不影响江南的盐市和税收，就是全盐帮的汉子们也会心服口服，感激您杜爷啊。感激，这些东西知道什么叫感激？昨天陈怀秀来为李进求情，我以为他是真的，哼，他真的懂事，装模作样跟我不三不四的。原来他早已经策动越狱了。您把他留下也好啊，女帮主嘛，他一身功夫可不比平常的女人呢。留下来，哼，留下。你把我这盐曹总督看成什么了？留下，这是都爷府哎，不是洪秀昭吗？哼，都爷，您的脾气我知道的，
您要杀人还管他什么地方呢？常怀秀会交出礼金吗？如果在他手里。不在他手里，在谁手里啊？难道在曹帮不成？曹帮几个头子昨天晚上还在洪秀昭喝酒喝得深更半夜的呢，江老头子临走的时候还晃晃悠悠的，要人扶着呢。江驼恐怕不会淌着浑水，他多谨慎多老道啊。就是在程怀秀手里，全江南黑道没人不晓得呀。李靖是盯死了程怀秀，他自己在洪秀昭也不知道说了多少回了，一个帮主一个掌堂，关系不寻常。天下事无风不起浪啊，你把他中意的男人关在大牢里，他那小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就算他豁出去了，他也是要救的呀。女人呢，女人，你们是不会懂的了。全城缉拿逃犯李靖，去盐帮要程怀秀交人，去曹帮通知江驼协助缉拿，我已有重赏。去，扎。看见没有？李靖没看见，倒看到一个来劲的小伙儿。哎，小云儿啊，五姨娘，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？来吃完豆腐再走吧。不了不了，我有事，谢谢五姨娘。好好，哎，带你朋友来啊。好好好。怎么样啊，小扭子？哎，都爷真是火大呀！你看这动静。这几天啊，风头上。在店里留点神。哎，这个李靖这档子事儿，说不定四爷那边人插了手了。你少管，管着洪秀昭就好了。哎呀，谁管呢？我是看小鱼儿，我才想起来的。小鱼儿、大鱼儿，脚好，你可别吃在碗里，看在锅里呀。哎呀，你呀，我都吃不完了。去你！哎，这个时候。要是逮到了李靖，可是大功一件呐！喝你的吧！喝你的！事情大了啦！督府啊，动了好多人马哎，街头巷尾都杀气腾腾的。大家都说李靖这回是难逃一劫。那李靖人呢？他人我怎么知道啊？知道我就发了。发？怎么发？他身上有很多钱吗？他没有，督府有啊，通风报讯，逮到了有赏啊。哎呦，那是瞎掰的，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敢放个屁啊。哎，斯文一点嘛。哎，这是白话文学。哎呀，你们赶紧告诉四爷闪开一点，少进盐帮啦。还没回来呢，怎么告诉啊？真急人。还没回来？一早就出去了？一晚出去的，昨天。哼，啊！你们四爷跟程怀秀结的大牢？啊啊啊！可别扯上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别说我来过，我要走了。站住！往哪里走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啊！死定了！闪开啦！春喜、曹先生，看他们啦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，这什么单口了吗？哼，你们这两个二百五，神经病啊！你还说我们呢？哎，小玉，别害怕，他们逗你玩的。
站开了。这可打我，跑了一个犯人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，至于吗？曹先生，赶快告诉四爷是真的。会不会是四爷跟陈怀秀劫的大牢啊？要是真的，那你们找到了四爷可得快跑哦。哎，四爷不会的。对呀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都在这儿呢。四爷想让李进出来，不用劫。啊，小玉儿，先喝杯茶，不怕，这对四爷不是大事啊。哼，不是大事。哼，外面的人说李进这一出牢可以杀都爷、杀玉官，可以砸曹帮、斗何腾，也能一口气啊出在四爷和陈怀秀身上啊。哼，人横了心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？不怕，我吓得腿都软了。他怎么办嘛？曹先生怎么办呢？保住贾六，你们去盐帮找四爷，如果不在就在那儿等他。是。春雪啊，曹先生，你跟着一路掩护，有个女孩子人家不注意。是。我留守在这儿等。小鱼儿，曹先生，你赶快回去，别说来过。好。你急急地跑来这份情，我替四爷谢，一定会告诉他。应该的。挺好看的。哎呀，这什么好看的，走了。不要嘛，人家要看嘛。真是。哎，你看。哎，站住！你们不要走啊！哦，我记得你们是，你们是，我提醒你好了，我们是四爷一伙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是四爷一伙的。对，是四爷一伙的。既然你们知道我们是四爷一伙的，那想怎么样呢？哎，他就是李进。啊，我你李进，他就是李进呐，他就是李进啊，抓起来，是，快，我告诉你哦，你不要过来啊，我很厉害的，你是很厉害的，是啊，你要打我的泥娃娃，小心啊。哎呀，走开走开！好了好了，用我的泥娃娃赢。哎，走了。哼，怕了吧？你来呀！你不知道我厉害呀？有种就过来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快走啊，快走啊，走啦。哎呀，你带那么慢，我来带。哎，我带，我带，我偏偏要带。哎，我带，我要带。哎，你不行，你们要把我分尸啊。一起的。快快快，知道了，一起去盐帮啊！哎，四爷，他们骑马哎。对呀，那我们走。四爷，四爷，四爷，四爷！来呀，快把盐帮给我包围起来！在下盐帮管事赵成坤。你们帮主呢？陈怀秀呢？怀小子出来。帮主已经去请了。官爷请坐，喝杯茶，有事交代我也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都爷要把话直接交代陈怀秀，
一样的，你说了算吗？去叫你们帮主出来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。什么事啊？玉官带了好多人来，说是要来抓李掌堂的。怀秀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我帮你去看看。慢着，帮主刚从外面回来，因为要见官爷，为了敬重，为了盐帮的礼数，所以稍事舒展，马上就出来。你是谁呀？来告诉我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嘛？你到底什么人呢？这么大大咧咧，背着手，迈着小方步，你到这干什么的？说吧。哎，你的手太不干净了。盐帮掌堂。啊？什么？你大点声，再说一遍。盐帮掌堂。啊？盐帮掌堂？你们盐帮不是李进掌堂吗？这么快就换了一个？铁打的江山，流水的差事。盐帮不该贴一个掌堂吗？哎呦，就凭您这个长相，我看盐帮就要倒霉了。依我看，你哪像盐帮掌堂的，倒像对面那个小饭馆里头掌勺的。你们李进杀人越狱，都爷传下话来，要你们盐帮交人。若再隐匿不报，拒捕抗官，格杀勿论。官爷，人命关天，格杀得有拒捕抗官的事实，格杀得有大清的律法。有此巧辩，你懂得什么是大清国的律法？由此看来，李进一定在你们的手里头。这是你说的，没有证据。你，李进，官里抓，官里押，官里审，官里打，你们狱政不休，监督失责。跑了人，牵扯无辜，叫盐帮交人。我们盐帮还正想向你们要人呢。好，好，你这几句官话讲的有理。我问你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家住哪里？户籍何方？姓艾，人称四爷，家住京城，游走江南，户设盐帮。好，我记住了。现在我就把李进给搜出来。官爷，凭据。哼，凭据嘛。搜出人来就是凭据，来呀！是，给我搜！是。哎，不准乱动！哎，不准动！慢着。把帮主。搜！你凭的是都爷的命令，不是吗？怎么，你敢抗命吗？你回报都爷，说我陈怀秀说的，李进不在盐帮。你，这是你说的？是。我盐帮效力督府，搅乱平贼，与今跟大清王朝一样，已经四代人了。我盐帮男女老幼有上万口子人，都勒紧了裤带，咬紧了牙根，都没敢半点耽误完粮纳税。我盐帮纵有非法，也是小利小惠，糊口养家。在大局上、场面上，我盐帮仍然甘愿为朝廷、为督府效犬马之劳。我们送过命，断过头。李进越狱是他的事情，我陈怀秀要他越狱，他做不了监。洪秀昭门口他挑战何腾，我没有出面，因为我不同意。为了他坐牢，我带过话叫他安稳。我求情见过索拉旺。如果我见到他，第一件事是把他送回大牢里面。我没见到他，
如今，全盐帮的兄弟都在帮着找他、追他、逮他。你不信，你要搜的话，就是砸我们盐帮的门神，羞辱盐帮的祖宗。好啊，索拉旺叫你搜，你搜，你砸，搜出了李进，砸出了李进。我陈怀秀横刀自尽，死在这里，你就叫索拉旺来验尸啊！请搜吧，兄弟们，闪开！请你搜吧。这。您来了，关门。打开。常见，江老爷子肯弄钱给我吗？没有问题。要不我告诉陈坤，让他来这里跟你见一面。不用，告诉他干什么？对了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在这儿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李进，这是曹帮的地方，江老爷子曾经说过，你是一位好兄弟，所以在我们这里你大可以放心呢。刚才我听你们曹帮兄弟说，明天那个四爷会入盐帮，顶我的位子，是吗？不是顶你的，是仁义大哥。他仁义，我李进不仁义。算了吧，兄弟，等事情过后，想办法再回去。程怀秀，斩尽杀绝。事情真落在他头上，他是快刀斩乱麻，是福是祸都认了。他认，我也认吗？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会替你办的。现在你刚逃狱出来，千万不要惹人注意。李兄弟，吃过了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马上叫兄弟送来。吃过了，不客气。李兄弟，咱们哥俩真是不打不亲啊。李兄弟啊，坐得不习惯的话，再忍耐两天，我找个舒坦的地方给你。好，不用了。这里总比苦窑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想请你们帮个忙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见见江老爷子。可以啊，不过这件事啊正在风头上，而且江老爷子人也不舒服。李兄弟，过两天吧，你在这里，江老爷子并不知道，咱们大伙都瞒着他，就是怕他心里吊着。哥，我像吗？怎么不像呢？我的四爷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就是过河的卒子了，只有向前了。问题是我不是卒子，我是比老将老帅还大的那个。哪个？四哥嘛。哎，怀秀。怎么好好的四爷突然间变成一个四哥了呢？那过几天我就是小四了。其实说真的，盐帮有了你，我真可以喘口大气了。我不能老是待在盐帮啊。怎么不可以呢？就算你老得像江驼那样，盐帮还是会跟着你、奉养你、孝敬你的。我是说那个老，不是这个老。人总要老的。我是说，我很快就要走，我要回京城。你要回京城？想必盐帮太小，放不下你。京城里难道有皇上让你干吗？可不是。你想啊。
帮主，都准备好了，请帮主到大堂为仁义大哥入帮吧。好，有请帮主举行入帮仪式。有请仁义大哥。曹大人，你看四爷好威风哦。仪式开始。一敬天，风调雨顺；二敬地，五谷丰登；三敬君，俯视仰民；四敬亲，爱我父母，生我徐劳。好棒啊！五敬师，一指一点，一事不忘。替仁义大哥挂红。严明海景小若武，兄弟同心使不孤。今生留得仁义在，来生携手走江湖。四爷，我好高兴。欢秀，你给了我体面。请仁义大哥登上山头。总帮各房理事出列：江南前五堂定静安律德，江北后五堂唯唯敬一中，向仁义大哥行礼，跪。仁义大哥大力膝盖。琴在手足，各位琴起。谢仁义大哥。请仁义大哥跟各位兄弟讲几句话。你高兴太早。山川再舞动太多悲哀，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。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，将诗和怨掩埋，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？